澄面是什么面粉？澄面是一种无菌的面粉，成分为小麦，可用来制作各种点心，如虾饺、粉果、肠粉等，是加工过的面粉，用水漂洗过后，把面粉里面的粉筋与其他物质分离出来，粉筋成了面筋，剩下的就是澄面。除了可以直接使用外，还可以加工成各种变性淀粉、水解产品等。澄面制成的食品如粉丝、粉条等可以直接食用。澄面作为原料，可应用于方便面、火腿肠、冰淇淋等食品和可降解塑料制品中。作为发酵原料，用于淀粉糖、氨基酸、酒精、抗菌素、味精等产品的生产。